即个活动的时阵，我有淡薄仔烦恼，就是讲，少年人敢有要去听家己的老爸甲阿姊唱歌？我烦恼啊，袂食袂困，逐日昨暗得到奖以后，我感觉安怎讲我嘛是歌王。是哦，我每一次看到音乐剧收尾纪录片的时阵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感觉这就是少年人的专利，你知道？老伙仔去啊，已经袂停袂动啊。我讲吼，其实我少年的时阵，哪接触到就请呀。我会卡你听歌的人，甲你差不多年，因为我当阵也差二十出头。但是我到五十岁以后，下骹的人已经老啊，应该也伊也坐落来，我会感觉足突然。我甲因讲，恁爸爱徛伫台顶唱两点钟，忝到袂了的，恁下骹徛两点钟看就会忝，所以啊。非常羡慕大家年轻真好，啊！感谢恁今日无气嫌来看恁姚妈的叔叔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好诶。头前我看了《厌世少年》的情吼，感觉足想要冲起来，甲伊斗阵来学乌白条、乌白迄落乌白。顺便甲因烫烤伊，哎，要紧。我每个人的身体也经过那个吉他好了吗？我咱先来去一条话。我最爱的时阵，不是最爱笑脸的时阵啊。跟很多人一样，好像一讲厌世少年，我实在是无用，到底是叫一点死在他们厌世。那么帅，又那么多歌迷，有什么好厌世的？我今天看在他们有人生日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了。进去来看，我们来唱一首歌。亚历，其实啊，当歌王绝对不能让声音破掉。但是我今天为了不抢电视少年跟其他乐团的风采，所以我今天唱歌一定要破。啊！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，谢谢。痛苦拢无感觉。
家己用心讨好世界，只要无遇到一点点的混乱，就算失去对无你也甘愿。但是时候最辛苦孤单，拢是认真对待心中上孤单。算啦吧，反正最后一定是失望。介绍一个主持人，因为我较早拢我规，你无吗？你底下恁准备做主持人？那叫做浩宇啊，伊是恁的团队长，三十万只，三十万头，年是年，不是这些是你给钱的吧？你给他们多少钱啊？我自费来这边表演，我找一些人这样子。今天我们就要把主持棒交给侯浩宇，来，大家鼓个掌。我没有，预备，对啊。那上回天天讲你讲的实话，讲脏话都上媒体了。这个，这个不能讲。可以，就是这个。对啊，讲就是都是那种私下可以讲，就是登不了大场面，怕被警察抓走那一种。啊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对啊，还是你要 cue 我讲什么，我就讲什么。我就已经 cue 你讲这些话了。好了。哎，看得老了。真是，因为我金门人，你知道？啊，我记得，我较早我差不多二十通岁时阵，我唔知影你有看见，啊，迄当阵啊，可能恁拄仔出世，一条，迄片。
电视叫做龙猫高手。有啦，你几本？骗的。我骗的。啊，当然要安慰我。对对对。我那时候也是骗的。祝你婚姻幸福。其实哈，我较早唱一条歌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在那个年代，就是台语界的一个，对，一条歌叫做《查甫人的目屎》，有听过牙签？回去把妈妈、爸爸带过来啦。你当阵红甲连什么龙榴莲旁边去了？讲迄阵，啊，大家拢留言是即个时阵，我甘拜下风了。但是我嘛是讲，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服不服气，所以我今天决定要唱这条歌来教迄个时阵，啊，伊还佫一条较早迄条叫啥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了不起的，大家都知道。把盾牌啊，跟你们拼！这条歌叫做《查甫人的目屎》，谢谢。
恁老爸老母就知影啦。无去卡因阁写过情书好无？不过我觉得现在看到茄子茄子台语要安怎讲？桥啊，桥啊，够歹听。茄子蛋，有即摆开口，我嘛是感觉非常的欣慰，啊，看到袂少一款，还有一挂夕阳舞狮，还有一挂少年团，拢开始唱台语歌的时阵，我感觉非常的欢喜。但我们感觉好像在交代遗言，好了。我是讲，起码还看得到有希望。欸，我是唱偌久啊？有人记无？啊？无记，意思就是讲要搁听下个，唱到爽个个。有两条歌啦吼，啊，要再唱未？讲未使叫出来。相公未使叫伊出来，好无嘛？啊，我来一点点稍微，不然我来唱一首比较是我本人的样子，就是深情款款，温文儒雅，忧国忧民的一条歌。一条歌的时阵，我讲真正的，西巴的时阵，我伫阮迄当阵，我拄啊归金门回来台北，老母变心啊，我等伊过伊变当回来的时阵，我第一界看电视卡。感觉咱这什么国家，还佫有遮值得好利加载，还佫有遮侪少年人站出来，愿意为一个国家讲话、站声。所以我看到电视的画面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目屎。这条歌叫做，所以我差不多五分钟我就唱好这条歌，这条歌叫做《我爱》，来，谢谢。故乡。
故乡，你敢有风？冬天的暗暝，暗光里面，最后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：恁感觉我有资格做歌王无？有诶时阵举手起来，边仔无举手诶，迄个站出去。最后一首，因为后面还有那个耶柔，还有很多好，还有两个好团，所以我尽量。但是我最后要唱一首歌，这条歌我很想告诉大家说，其实我是一个。多才多想，多才多艺啊，对，忧国忧民。但是，我细汉的时阵，人拢会叫我落马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个性其实也无偌好。每当啊，迄阵啊，三年给我长，啊，四个老给我长，所以大家拢叫我落马。我只一条歌，啊，唱一条，感谢大家今日听恁阿林叔叔唱歌。这样子的，老马。
恭喜耶鲁他们也得到以上最佳单曲制作。